青蛙的歌声你能够听到吗？呱呱呱的叫，请大家听听看，欧洲的青蛙的叫声跟亚洲青蛙的叫声有什么不一样？而且呢，我们这次是要用重唱的方式，哇，这厉害耶，要跟歌谣翻媲美耶，所以呢，让这首歌呢变得更好玩跟更有趣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。Quack, quack, quack.